我们中联办会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指示要求，继续坚定地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地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地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我想这三个坚定支持也代表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全体国人的心底的共同的心声。我和我中联办的班子同事一定会继续忠实的履行中央赋予我们在香港的职能，一定不辜负香港同胞对我们中联办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和期望，不会辜负祖国14亿人民对中央派驻香港机构殷切希望，不辜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以来对香港的牵挂、重视、关心、关怀。